你爱来不来呀？他带的什么呀？带的电刑啊！多蓝剑吗？炸！凯南 A 人还是比较痛的啊！我带个护甲其实也可以，也不是不行。斯拉库扎，库兹拉杰扎走了，吃药，折磨王。斯拉炮车丢了，滋啦，点。滋啦，我也不 Q 炸，我闪现 Q 炸也 Q 不死， Q 不死这么点血。好，我们把线一控，哎，折磨他。我是第一个现身者。刮痧，哼，我刮痧差点给他刮死。走回家，这波传送，凯南亏死。我决定这把主意。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想杀我，小伙子！哼，我并没有想到你居然想杀我啊！确实是想的有点多，还把闪现还给交了，我啥也没交啊，咱一个技能没交。这小子把能用的都用了。滋啦，扣炸，滋啦，扣炸，定，走了，回家。哎呀，这个核心升不起来，挺烦人的。先来个大魔抗。凯南闪没闪？闪了吧，我记着。
撕了，出炸，定给大，点，点，再点，你跟我打，你让我多少魔抗，你跟我打，难受不？莉莉亚呀，我让他来。撕拉定出炸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就这样，哎就这样，哭还亮牌，有意思啊。我看你没有意了，你怎么上来？滋啦！拜拜，回家了。这波我决定先来一首催化神石，核心下一波再升。我现在血有点少，滋啦，呀，滋啦，他上来跟我打，他打不死，他不跟我打让我耗死，滋啦炸定，滋啦，来打不死人，伤害不够，哎呀我操，我打皮，折磨王，干哈呢？哎，这为啥会死啊？这都多少秒了？这不对吧，这为什么会死啊？没脱战，我被小兵打不行，就是现在不是说就是现在必须得脱战才能不死啊，不是，才能送塔。这啥玩意儿呢？又换线了，啊，又换线了。撕拉定
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要杀我呀？不是吧，兄弟？你怎么要杀我呀？给大抽又一个啥技能都交，但是打不掉血的人。再吃他一层塔皮，我们撤。滋啦！走！哎呀，我深渊先不出，这波升核心。回上路，凯南呢？艾克呢？咋没人呢？集合推中啊！你把他大给他打了，还给打死了。哎，好意，他只要意过来，我就直接传。这他没意过去，那就算了。滋啦！这不给钱是怎么回事啊？来一血塔，滋啦 ，Q， 滋啦，哎呦我操，这人这个多呀，滋啦，点。出滋啦，先电死他。哎呀，刚才那个炸呀，哎 ，A 死他 ，A 死他，小兵漂亮，小兵，刚才那个炸呀，没点到凯南，点小兵了。哎呀，这就有点难受啊。漂亮，我的小兵。咱直接来个深渊面具，哎，先来个深渊面具，可以。几个人呢？我来了！呜哈！
滋拉呀，怎么滋拉没滋拉走？滋拉定给大 ，Q 炸，滋拉 ，Q 炸，点，滋拉点。那么装备呢？这凯南，你干哈呢？给我滋拉呀！这居然没滋拉死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滋拉。滋啦！滋啦！定！滋啦！虽然我们滋啦，它有点刮痧，但是我们刮一刮就疼了。他们打我也比较刮痧，我们就互相刮痧。滋啦！定滋啦！我没有闪现。我有闪现，我就把他凯南杀了。继续猜啊！滋啦！滋啦！这个车我必须得补着它，我必须。海南还不走，好，滋啦，最好是一个滋啦能给他全收了。这人怎么都打到我们家基地去了呢？出炸点。让我抠死你！你为什么就总感觉能打得过我呢，小伙子？这是一个什么错觉呢？我14级，你11级，咱俩这能一样吗？滋啦，好，回家。无敌了。刚巫妖钱不够吧？巫妖钱不够，我们先把核心给它升了啊。然后拿个蓝 buff， 这样就无敌了。现在我1打4都不成问题，应该。
滋啦，出杀，走位，滋啦，出。滋啦，点塔，滋啦，再点，出炸滋啦，这赵信从哪来的呀？中路有没有人守？上高地了啊！滋啦，突！闪现炸定！死了，怎么有点脆呢？这，呀，怎么有点脆呢？这，这家伙这也能死吗？这，哎呀，这！其实没打着我几下，怎么死了呢？哎呦，漂亮兄弟！把这卖了，来耀光。这能死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我是没想到的。直接传到上路吧，大龙可以试一下，来上路的兵守一下，哎呀，跑的是真快啊！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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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，龙拿！扣炸滋啦！给大扣炸定点，滋啦！给我杀！哎呦 ，nice！ 龙吧，龙龙龙龙龙，把龙拿了。打我的男 buff， 打龙，兄弟们，我选这电焊弓，主要第一点对面吧，全是 AP 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二点呢，就是俺们家少点 AP， 第三点就是少个前排，我给来个滑铲吧，滋了，这我必须得钻啊，这我不钻可不行啊，这得钻。马上咱十六级，好，开始滋了两下，滋了，这小黄包打我挺疼啊，我差200块钱啊，这滋了，这老要大我也不知道干嘛，那能大着吗呢？你想要杀我也不是不可以，也可以，就是付出的代价会有点多。先来一个巫妖，
这个东西给它变成美甲的窃魂卷，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法穿棒就 OK 了，这把也就无敌了。有了巫妖，我们的虚区可就不一样了啊！滋啦，出炸，不要害怕，滋啦，看到一个滋啦，滋啦，点点。救命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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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抠定定炸滋啦，滋抠走位死了！哎呀，闪现差一点时间呢！哎，先把小黄毛杀了，漂亮！也漂亮，漂亮啊！本来他们要杀女警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女警闪了，我们闪现差一点儿。投降了。本来要死的是女警。